啊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标准的巨标准。看他的小腿比所有人都接近他的重心，还没落地，落地前脚掌落地，前脚落地体重还没上去，体重上去，他甚至是他外面这条大腿都有点超过他里面这条大腿了。大部分是什么？体重上去，他后面这条腿的大腿并没有超过支撑这条腿的大腿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人他后腿回来的特别快啊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标准，落地的巨标准。前脚尖刚刚接触地面，是不是啊？但博尔特跟一下，脚尖刚落地的时候，他两个大腿就已经完全并拢了，他还差一点。但是当他体重上去的时候，博尔特也过了一阵，因为他是视频慢放的，他这两个人的姿态就非常像，这已经是业余非常非常精英了，0.03秒立马能做到这么精准的一条线，而且后面条腿非常靠近自己的臀部，非常优秀啊。但是他有个不好的习惯，为什么他没有博尔特好呢？啊，他有蹬直膝盖的问题，只要你多蹬这一下，你腿回来就会慢一拍，不蹬这一下，把蹬的这一下取消掉，在这一步就把腿往回拉啊，他会更有效率的回来。